小姐，谁？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那个小姐，这三只都卖你敢卖伤济？下价卖倒，出面卖讲，四啊五卖四百，三百嘞。我要开店啊！要开店啊！来，起啊来，好啦来，安尼你会当一边开店一边卖啊哈！来，谢谢大哥来，哦，安尼拢看到啊！来，阿伯啊，多少两个卖哦？我是咧卖哪货？变卖一个两个呢？真的很好吃啊！刚讲一礼拜尔，辛苦钱拢开了，多卖两份，多卖吃几包哦？唔捌咯，纯粹是因为我咧爱搞旁边个。对。来，最后一个咯，无人计，一个多吃一斤哦。一一半六十十二粒呢，你敢知一百人摕着几粒？加济啊，来五个人加装包来，五个客人通通给他们来。啊，你搁有加啥？风味来，挪威金鱼片免五百，来三百块，挪威哦，哦，今仔加做大袋哦。来招一个人加一袋猫六啊块，两袋百三，三袋四袋二啊粒，买三百七袋搁来互你甲丢。来六袋我无贵，七袋哩，十五包，来无八袋哩。米花鱼哦，来三百，就前面啦，挪威的金鱼片，三百块，哇，这样袂当钱内款呢，啊，我去提个请你啦，好地啊呢，这边新店来飞机到十台边钱咯，来三百咯，挪威的金鱼片来，小姐要一份吗？十片呢，不是五百呢，三百块呢，好好请，各位先生，来三百咯，挪威的咸鱼片啊，好，真正好吃，来最后个边钱咯，来三百块来，来三台，来四台，来五台来。来六条鱼，来七条、八条鱼，其实伤济个，你看，今日后边无分钱啊，到底来十条拢互你，来三百嘞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下底一只盘爱卖三个人个，够够分钱嘞，你讲卖两个尔，下三个卖袂够啊，来三百块，有要吃无？三百块的挪威金鱼片，可以了吼，好，谢谢你们来。各位讲下来，而且这个皮小香肠，五个客人吃。一百块来着，一百块来，五个人加吃着啊！脆皮小香肠一百，看有人要吃烟钱，一百块敢无？有啊，没有？一个不是七条呢，一个八条，一个九条，一个十条，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不是两包？一百多，一百块来，脆皮小香肠一百块，一人加十五条，等于这等于啥？一百块左右要紧，一百块来。一百块，啊！你不是要买一百块钱等于哈？真看嘛，一百块我都。我不是五条哩，我是十五条哩。来一百，讲话。脆皮小香肠，安尼拢买完哦，安尼我要包了啊，一个包包十五条哩，来。来呀。一个人十五条给他们，来包三个。来，小姑娘开一千八百，小姐妹五百块，五百块刚好能买爱小姑娘。是吧？小姑娘漂亮吗？超漂亮的小姐，来五百，来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吃，啊，不羽绒也厉害了，一个买多来，来小姑娘五百块，来要吃不？来五百多，五百块来，你好，水当当，老实点的，来五百多，来要吃不？来五百，拢我哩，拢我哩，小姑娘来啦，变变，我吃要吃小姑娘对啦，来五百来，做啦，多买点小姑娘无？来五百块多，五百块来，好，爽，来阿婆吃起来。吃吃吃，红龙泰式咖喱鸡，多加加热就好吃了哦，很好吃啊，的椰香哦，看真正好吃。来，有要吃的三百多，一包猫百块，两包三百，买两百多，一包我请你，同款两百块，小姐妹来。泰式咖喱鸡，因为我卖鱼啊，你若无啥物插话，规矩我卖是啊无同的，好不好？来两百多，来一包给我，然后了解。来一个买两百块，泰式咖喱鸡，用好香哦，标本有够好吃，两百块，通通有了哦。来，我钓鱼片，好给钱，钓鱼片，一定拍照啊。好，你是叫钓鱼片糖好啊？来，我吃车来，帝王蟹棒的来，干三百两百块的，两百块来，帝王蟹棒的，
都好吃哦，我拿这八只回看，啊哇，这条上好偷飞哦，对啦，这条我该吃啦，不然弄，来两包都，来三条你来，四条你来，五条你来，六条、七条、八条，一条三十啦，再九条、再十条，给你两包啦，这两条我请你哦，多吃两包好得。帝王蟹风味汤，两百包，五条爱搞讲，来四条，来五条，来六条，七条。这条、八条、十条、十二条，十二只给你们十二只哦，十二只让你们吃来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哦，很快啊，要吃的要快啊！来，两百块两，帝王蟹风味汤，有人不买着无？两百块两，袂当紧的来，吃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来十只，来这两只最后你来两百了，200块，有了都买到了哈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还喜欢吃什么？月亮虾饼三八面，冷八好玩的，200块来，纠结面来，月亮虾饼冷八，那我能变成月亮虾饼，用煎的最好吃的。一包里面有两片，两片煎好120，四片煎好240，六片哦，七片八片哦，200块这四包哦，来啦，外公啊，四包排天啊，都给上你一包。冷巴火的月亮虾饼真的很好吃，我不骗你们，我那边有人听到哦，我问我月亮虾饼该喝酱，冷巴火三包四包，来七包过来啦，冷巴火的来，来有小波小金贝啊，来冷巴火月亮虾饼，啊无恁有要食啥，恁来甲我讲啊，我讲你话来吼，我会着神经衰弱，神经衰弱，来香酥鱿鱼圈来大包哦，哦这三包几钱呢？大包的哦。油炸、气炸都好吃，两包一斤，有人要吃无？鱿鱼圈300，无人加买倒啦，一箱尔，无第二箱啦哈。我做袂爱卖啊，伊这卖落爱三百行钱，把鱿鱼啊贵300，而且来得平，买300，一人就200块完了，200块啦，一包半片多，请你等伊吃好。大家准备200块，香酥鱿鱼圈200块，200块，我准备哦。他没有丢啦，包括你啦，100块啊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两斤啊，会用吃你就来啦，会用吃你就刷啦。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，香酥鱿鱼圈200块，最后两位叫了，最后两位了，最后两位，200块的，200块，哎，不便宜哎，我们这样你们绝对买不到了呢，200块弄完啊，现在剩半斤五十吧。啊、你来问到，你来听到半斤五十，你也不敢相信，半斤拢130-120，半斤五十要对咩啊？来抓啦！最后一个，不好干，你爱该睡个清楚。最后一个，两百块来，我刚才我国小毕业，我来。最后一个200块，再多两斤重啊，一斤200就足少啊，一斤啊，加两斤啊，来200。最后一个香酥鱿鱼圈，泡茶配烧酒吃七头。拢总好食，200块最后一个，还袂买个手，拢有买了啊？还是你要吗？不是500，是200而已，真的好便宜，我卖真的。来，牛二两鸡腿300，200块的，200块来200，200，无啥物代志，是我咧做饭，我咧做饭，才够食海暗跳台个跳落，会声，哦，我惊着伊要跳介路哩，那管厉害哩。来牛二两鸡腿200块，小姐妹来牛二两鸡腿来，200多几条，多少只好？来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，一个人加吃200块，10只哦，来200多。以为我傻了？一只我拿一只做代表都，然后人带起我那拿10只哦，来200拢哇，学聪明了，我做美工哦，笑。来，红叔你干嘛讲啥？鸡腿肉卷来了。啊，物件包好啊，嘛爱好看的哈。来，鸡腿肉卷，够人要吃。啊，无，有要吃来200咯，200块，鸡腿肉卷，超好吃的，手工做的，有没有吃？200块，这超好吃哦。有点啊。100块的。啊，100，有没有吃？100块，我收来啊！看你这金毛呀，我进去来，100块起来，我收我头前卖花100块的蛋啦。要吃快点哦，鸡腿肉卷100块。主要这公主在金钱啊，像你这红油啊，这红菜油拢买袂金钱，拢买吃贵。
一百块呢，一条三十呢，我一百加加三条，你整呢？这条请你啊，这条三米啦，这条等于七条啦，这条卖几啊？一百多啦，帮助的啦，你会看别人安那帮助的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几条都全弄完啊！好，谢谢。怕被弄，是哦。来阿爸玩来，阿爸玩都加香妹来，多一点两包。来，来阿明家阿老阿来。来小香肠，小香肠三倍来小香肠，小香肠谁买的？三个客人哦，小香肠现在没有发。放火的，不下。来泡菜放完，什么鱼啊？赶快拿来让给。一百块的，无阿明鱼啦，对，这鲑鱼啦。来阿明鱼钓啦。好的，然后拍水拍水。你起来问阿明鱼，讲无阿明鱼啊？阿伯先生，这鲑鱼啊。还一千来，哈哈哈哈哈！干么，阿姨干么？安暖了，一千块，安暖了，又安暖了，好了，好好，阿姐起来，多好，来起来，有快活啊！阮这阿姨啊，垃圾哩啊，这少年家都要饿啦，哈，来切片来，来。好，感謝你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要甲这少年的吃豆，你甲我讲得啦。你甲我讲，我伊就来吃，我唔免钱。来，好，宝贝。厨房拢我哩啊，干么？你敢订无咯？我唔订，订无咯。订无咯，安尼去三条伊就。哦，订无咯。我阿好订无咯伊啊，阿好订无咯。来泡菜看完两百，一百块了。你当迄个有迄冻的，迄无冻多熬伊来。哇，冻啊！我们冻的迄。泡菜看完一百。一百块。无冻的你呐，今天尔，今天尔嘞。迄就是迄杯，我到尾互你欢喜的。哦，我就调好再来。调好啦哈。调好再来。老板，敢问啊？来，吃泡菜看完一百。来一百块。哦，我今日个排皮爱去解说，去解说告诉讲告诉我恁听。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三百啊，看你当我翕相去。大哥嘛，超好吃的。一点没有。这里煮火锅店，我来讲比阿爸还较贵。啊，不过你吃着，你绝对会跟在那边，唔免两百，一百块左右泡菜讲完一百块。来，一百块来，恁五个人加买倒。这个不便宜，你们不会吃哦。来，龙王林，龙王林，阿爸，我一百，这泡菜供完，来一百块钱，最后四个客人，一百块而已。我今天我看拢爱偏偏，安尼袂啊，阿婆，特别比较贵点嘛。来，今日泡菜供完一百块，这两个好啊。好，要两块，要两块，两块，两块啦吼。不贵，他知影讲好用，好食，对不对？我咧来最后一个人给一百块。挂一杯来对啊！哦，我是，不啦，挂第一杯来对啦，哎呐，我是讲去坐尾而已，去坐尾卖一千爱无客啦，那。哎，不要叫包，你要。哦，我叫去三杯，你别个杯杯咯，还有万二用啊！来泡菜讲完，七八块最后一个啦。最后一个呢？一百块，我来接下来，谢谢，今天好吃，煮火锅。手风葱抓饼，不要吃葱葱，伊阿恁两百啊，我们两百葱抓饼，来两百块，有没有馒头？包的不难的呀，你再两百，回去敷脸用啊，你做大的当敷脸，八红，一百块的，葱抓饼，咦，一百的，一百块的。来哦！你能包我当啊？你敢不知？笑了，来一百块的，一百块，有听有声无？一百的，通抓饼，两包一百，还在看哦？
我半年半年真正半年。太了钱嘞哦！要个灯泡，来虾来，要吃免五百，什么片哦？来三百块，来挪威金鱼片，三百块来三条，来四条，来五条，来六条，来七条，来八条，你金蛋翅啊，最大九条，来十条，你来三百块，我们吃欢喜来，三百块来挪威的金鱼片，超级好吃来。三百块，我比你们少两年够了。来三百了，安尼好五，安尼五条你来，来七条你来，八条九条来十条你来，三百块。我为了心里偏无几箱啊，都搞在无几箱，无把晒花的出来。来三百来六条来七条，下今日三百有够少啊，七条你真正买无，三百买袂开呢，八条。来高点，来赶快十条，你来三百多，啊，没有十片三百块，功德不成。来最后一个来，因为今日苹果有人要煎哦，有人要喊哦，三百块拢总有要吃啦哈，大你好，你要来啥你讲，你煎哪，来三百几来，排骨鸡腿排啦哈，我的排骨爱用就来了，大家拢无精神，我的排骨爱用就来啊，来拼掌声鼓。困嘞，小心嘞困呐，嘞困一晚嘞困呐，差袂开啊！我嘛吃面药，我老要吃虾啊，开三百，要吃蛤嘛，看等下来生意无好，我先卖虾来两百块嘞，两百块来野生白虾，哦，等下煮煮的沙沙的好吃来两百块，全部五个，四个人去吃都今年来虾啊买两百都，两百块哦，大姐你来啦，赶快赶快，来虾啊两百来，最后两位喽，要吃白虾的。海白虾真的很甜，哦，你还有，哦，这么省得花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位，给你虾两百，安尼我买了啊，来四个客人全包啦，来，啊你们想吃什么跟我讲，来哦，我只想鲑鱼尾，你家很多顾啊，来干片片，有人会要煎鲑鱼尾不？螃蟹脚，今天晚上多少？哦，是手电筒吧？我没有没有，这也不搞破屏，我没有话，一地百五。哈哈哈！啊，再一个钱就是一地百五啊，三地四四百，油台，切切嘞，这个煎这个猪腿拢好吃，免四百啦，四啊五百，四百无够俗啊，有要吃鲑鱼的来，三百块就一个人去吃啦。这里啊，退冰倒啊，切嘞有够好吃，哦来，啊这啊买酒，等于猪皮烧豆，又好吃，爸爸妈妈，不管你啊，因为不好嘛，毛病你该吃得了。然后要吃来三百多，然后去订个龟尾三百块，会纠结有想要吃龟尾三百，八百，八百，哎，我这破病安尼八地安尼，无去订个破病十地安尼，我是要甲恁破病，恁看袂出来足地地呢，来三百，纠结要来龟尾三百块，有先来甲动物园的举手。到底有人要吃鱼仔无啊？要吃我甲煎麦，煎五块尾啊！你啊五只鲑鱼，甲切入五块尾啊！你，我卖五百都烧香呢，四百、三百，以后来两百好，两百块来，就一个整鲑鱼来两百块，你笑啊！这边两百块都无人要订单啊！哎，是天气冷的关系吗？还是我今仔穿伤济？我想求这个。你们要吃龟尾，七八号吗？来七八，你讲干嘛？哈哈哈！吃大哥，你好吗？大哥，谢谢。虽然是轻轻的一百块，可是这代表的意义很大。鼓励我，鼓励我卖鱼这条路继续前进。啊，不这张我唔知要怎阁继续买落去。来一百块多，这时阵一百块钱较大兴啊！安尼啊，这个就两百块呀，来一百多，发财呀！再过来啊，再过请你点点点点买多，给两百都买无？来一百块来，安尼啊，水啊！过来两个娘，来，哈哈哈哈哈！过来买无？几两？冇高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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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高钱。没高价，我没高价。来，铁路猪排来，两百块，多少块？猪排。你那边爱几分？
多介济哦，来两百块多，来两块，来三块，来四块，来五块，来，我剩到几块啊？加五。五块，来六块，来七块。来八块、九块，来十块哦，铁路猪排200块。我再加来哦。两百块多。是啊。收啊收啊，来啦，五块，阿边叫咩？你叫伊吃好啦。叫伊吃好。七块。我再三。八块、九块，来十块。来五百的是谁的？来六百多。来三百的。铁路猪排。五百多要走去边东北啊？最近哦，来六块，来八块、九块，来十块。三百块。两百块。来三百，来。哦，我叫六块六块，来五块，来七块，来八块九块，来十块，我着铁路猪排袂晓吃。来，今仔日关掉。今天有鸵鸟肉吗？鸵鸟肉我忘记牵出来。哦，好，有啦。所以不是没有上车。来，今仔日关掉。所以现场没有。那个，来着急，你先吗？那个，今天鸵鸟肉在家里休息。哎，铁路猪排两百，给你。那就几千吗？来，对对对，这样，对对对。来，两百块，铁路猪排什么关着？真的好吃，多简单。